你醒了，你这益气补血的汤药买的正好。若要口感更佳，需服以生姜、红糖，这样会让娘子温体舒心。如此。这是给女孩子喝的。别磨磨唧唧的，快来喝。你还加了红糖跟姜片？对啊，纸上写的呀。啊，二位落下东西了。30多年前，我爱上了一只狼灵，明月。灵族一生只能爱一个人，所以要坚贞不移，生死相守。你能做到吗？姐姐，相守数年，我们终于有了儿子，可我溺于幸福已久，却忽略了这人世间的恶意。哥，恭喜哥哥。好兄弟，走。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，我才发现了问题。让你别看。可惜，哎，假高郎郎也太不像话了。小孩子嬉笑打闹而已，竟现出狼形，看我家孩子像。畜生就是畜生，野性难寻，当初就不应该让灵族进我们高家门。高郎，这一切可是真的？爹爹信你。你们回吧，我会查明真相，对你们有个交代。哼，等着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可以借助灵族的力量欺负别人，你都忘了吗？跪下，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说呀。我没错。你变身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是他们诬陷你了，撒谎，不知错。郎郎，没事吧？你我相爱10年，已经带着锁灵之物防身。哎，一切都拜我那个二弟所赐，乌合计生，我们都前妻。后来明月就带着孩子回了灵山了。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未曾见到他们母子。二位，走。这个狼牙是否是我儿狼狼的？老夫无从分辨，只是狼狼这孩子性情倔强着。若非全然泯灭狼性，他定会心怀恨意颠倒前途。他日二位若是遇到了狼，二位万万要保重。
你不是也有心事吗？你先说。这你要这么高低见过？我只是在感慨，高老爷和明月突破世俗，却未得善终，有点遗憾。有情人不能白头到老，和我想象中不一样。可我在故事里只记住了一句话。忠贞不二，生死相依。现在线索断了，你会不会不开心呀？反正这几日也没什么事，不如在这镇上陪你住几日，就当是补偿你。一路走来，真的玩得尽兴。本看过，看到彩虹要许愿。叶舟对天发誓，此生绝不负吉祥姑娘。我要吉祥永远能像现在这样灿烂的笑。你许的什么愿？我许的什么愿？那你许的什么愿呢？